开始把它装回去，装回去先把这个方向盘装上去，这个朝下啊，这个朝下。装好之后再打井啊。今天把线插回去，弯过来是吧？这个线装完整了，现在线装完整了，装前栏，把打过来。这个前轮直接上不上去的，要把这个拿掉。如果上不上去的情况下，如果上不上去的话，就把它拿掉。把这个拿掉。不需要搞得太紧吧，把它装上去就行。还有上次他们应该会调的。不用调，不用，这个不用调，这不用调的。还是把敲一敲。你自己调吧，这个拍个不用。啥后啥？你的声音，我拍一个大灯。